点一些什么东西吗？来一点调酒，要不要？把头发抬进来。啊跟的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再介绍超棒的美食给各位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特别来乐轩，我们来这边吃和牛。那因为这边是新店开幕，新的店面啦，那在东区这边，所以我们想说来这边介绍给大家，这边很棒的和牛，好吗？而且这边一位难求。中午的时间11:30要开始，所以我们稍微等一下，等 Ted 啊、Vincent 啊，他们等一下就到了，好不好？现在他们店才刚开，还在整理。新的套餐的前菜，然后我们把牛舌中段先炖煮过，然后再来用炸的方式来做呈现。因为一条牛舌中段的话跟前段的话，其实它本身来说比较硬，它炖煮过之后会比较特别的松软，用高温再去炸，它吃起来会特别的，就是像其实有点像盐酥鸡的那种口感。那不过你可以吃到一点牛舌的味道，可以试试看，蛮特别的。一些修边角的肉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为了达到物尽其用的效果，所以我们会出一个生牛肉塔塔，然后搭配蛋黄一起吃的话，口感非常的滑顺，非常好吃，等一下可以试一下。这个后切牛舌的话，是用牛舌的尾段，那最尾段的大概30%到40%，在生的时候看起来会特别的白。因为牛舌尾段含有的油脂含量其实蛮高的，我们出去外面选牛舌的时候，或是自己在看牛舌的时候，就是生的时候越白越好吃。因为普通的外面薄切牛舌都是用中段跟前段，再用切肉机要去切，然后上面撒一点葱盐，所以你其实吃不出来它后切到底有多好吃。那但是如果要吃后切牛舌的话，一定要来乐轩。据说乐轩的超级招牌，老饕最爱乐轩的后切牛舌。好，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来宾，就是我们邀请到这个17的这个直播正妹，好不好？紫烧，我们欢迎紫烧。对对对对，紫烧。哎，紫烧，我们的粉丝数量不多，现在目前来快46000而已。求大家帮帮忙。啊，今天他是在捞我的粉丝哎。互捞，粉丝。你可以从我这里捞一些过去啊，你的粉丝都是男生。男生多啊，对，那我们的粉丝90%是男生，哦，真的，哦，所以你会被我捞的比较惨。但我们也会，我们也会被他捞的比较惨。男生不是都喜欢看正妹吗？我粉丝看很多辣照，哦，欢迎。我靠，还有出这种招的，哦，不然呢？他们没找我，我应该去，我不用化妆就可以上场。你要扮演谁？会也问。哦，有，我想真的有。有没有叶问？像不像叶问？有像，因为我刚刚一直觉得有像一个明星脸。你也可以加问书。然后我说有没有看过他？我想说好像有，但是我又不确定在哪里，你知道？乐轩其实我吃过，那今天他这个地方的，比较像霸的是酒吧的方式，但是一样也是烧肉，所以可以试试看。我是为了和牛来。对对对，它的主题就是和牛，它的主打就是和牛。不过希望以后如果不要只是和牛才来了，如果有拉面啦，或者是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台湾的一些名城霸王啊，这个你也可以夜市，我只要好吃就可以。对对对，我妹妹以后希望可以常来玩 ，Let's get， 好不好？好啊，这交给你，等你们电话。来，这是日本和牛的薄切，然后我们会用寿司的方式。
它的那个寿司饭比较不会散掉。OK。像其实这个切法的话，在日本的话不会太少见。那它的这种切法的关系，是因为它本身这一块外面有涂抹酱料的同时，里面需要让它比较快的受热。因为如果外面涂了酱料，然后我们里面没有切开的时候，就会造成说它的表面会是直接焦黑的，然后里面还没有熟。它这样子的好处是可以直接受热到里面，然后同时又有让客人有一个视觉效果，像这样，整条可以拉得很长。接下来这个蒲叶烧的话，然后跟我们的六杯调酒里面有一杯做搭配。那因为我们蒲叶的香气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有点陌生，所以我们有一杯调酒里面把传统的 old fashion 做了改造，变成蒲叶 old fashion。然后你在喝的时候就闻得到蒲叶的香气，所以我们那杯的话会建议在餐前做饮用。那因为到后面的话，你吃到蒲叶烧的味道之后，你就不会对它那么陌生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开始做烧烤。会反出来吗？没关系，不知道。到这边好了。哇，它有一个菊花。你要把嘴巴渡过去，吞云吐雾有没有？这一杯叫什么？日本盒子。Japanese box。真的吗？叫日本盒子。日本盒子。Japanese box。好漂亮哦。这样会舍不得喝它。对呀、啊。很适合拍照的。很适合录。好，我们今天吃完这个和牛，很饱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！下次有机会，我们到这个原本他们旧店的那个地方啊，可以再邀请我们子韶一起来。真的吗？对，然后就是听者为证。对，但是你要再找更多正妹了。正妹我们，你正妹的朋友很多。对。然后我吃吗？你找了他们来以后，你可以不用来。我没有，没有。大家吃的，大家有吃的，好不好？要能吃的。对对对，今天谢谢我们那个子韶，然后还有谢谢这个乐轩，乐轩冰爽。对，今天这个不是业配文啊，因为乐轩的我们有认识的朋友，那来这边吃，那好吃的东西推荐给大家，好不好？业配应该不会配这么大碗。我在想要怎么把炒饭解决。我已经饱到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只是听说好像。排队要排很久，超过一个月。排队排很久是其中一个缺点，第二个缺点是要准备很多小朋友。那这家是新店的，有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，可以，因为旧店那边现在都客满，我们每次订都很难订得到，而且这边比较便宜一点。对，这边比较，因为它比较属于年轻化，它这边比较年轻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可以喝酒，可以，除了约会啊，有些女生男女生约会，这边是。那个调酒其实都蛮厉害的，就是刚刚它的一个Mango调酒吧，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，刚刚会有烟雾的日本盒子 Japanese box。对。好喝，好，今天就这样子啦，谢谢我们子韶啊，对，下一集见嘛，对不对？好好好。不要随便答应哦，我们一个礼拜拍3集呢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